哦，我们刚刚在这个题外话讲了一下，各位网友啊，因为我们在想说要不要来连摸八，直接就9-5结束了这场比赛。六号球帮忙一下，有，哎，不要再去了，哎呀，这个一号球贴颗心啊。不过还好，这个还有拼的这个机会，这球也可以用勾的，也可以直接保。好，基本上细腻度要有。我们看一下直接保吗？直接保怎么样控制去做走横台做二号？保进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再弹，再弹，再用力点，再用力点，再用力点，哎呀，可不可以打中带？哎，这个眼神不错，两个人眼神不一样。这寇尔心想，这是何方神圣啊，怎么来一个小女孩，也不认识她，也没看过，突然间说派一个小女孩跟我打冠亚军，她也觉得莫名其妙。要拼吗？哈哈，这个球还拼吗？中带还是冠球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她要怎么打。我想她不会防守了，打进啊，二分法刚刚，哎，很有意思啊，他在笑，是说我怎么那么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不过这个三号球也是有点困难哦，稳住稳住，架杆架好，拉杆直接往左走，哎，不要洗带，好球，哎，嘿嘿，会跟观众微笑了，有意思了，但是还是要赶快，下一秒钟要把情绪平稳下来，哎，专注的眼神，撞球这个运动很奥妙，它不像篮球，你可以很嗨很兴奋啊，因为有队友可以互相支援，这个是一个人打，不能太兴奋哦。血液不能跑得太快了啊，心脏不能跳得太快了啊。好，哎，二分法刚好往下走，再进去就是连摸四啦，再打进是6-5啊，最多好像是1-5的落后，哇啊，刚这个力量稍微轻了，不过准度来弥补，稳住。好球啊，哦，刚刚观众啊表情好像家里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，结果现在大家兴奋起来了，嗨起来了，6-5连这 Karen Corr也无奈的笑了，怎么你们去哪找来这个小孩子来跟我打，竟然现在是6-5，好，赶快回来，现在第12局刘莎莎现在是逆转领先，三号球不要阻挡，哇、哦啊、开球一号球进，二号球是中带的呛死啊，球形也蛮开的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号球很合作，哎呦，这三号球已经帮刘莎莎好几次忙了，有一次是在罚球线后面，哇，这次是在中带附近，好，注意一下杆法哦，下一点右晒母球直接往下走碰上面的颗星，好，第一个有进，我们来看一下力量，再过来再过来再过来一点，注意一下啊，注意一下这个3-5，稍微点一下，哎，走太多走太多，有没有？还好，低杆一颗星，六号球做底带，没问题，感觉出去的力量也 OK， 观众马上掌声，哇，我让这场比赛结束的刘莎莎的脸红了，观众的手心也红了，拍手拍到红了，钝杆一颗星，用架杆器，下一点左塞，注意左边的中带啊、哦，注意左边中带，好，赶快，这时候喊一个延长，不妨喊一个延长哦。注意左边中带，千万要注意。刘小姐啊，刘小妹子啊，注意一下啊，左边中带哦，小心，一再提醒啊。
哦，他结果是下低杆，还好还好，哎呦呦呦，这个低杆稍微有点多了，需要准度。现在这个小费雪是问一下，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球，这个紧张了，好凹球，好惊险的球啊，太，哇，真的受不了。紧张刺激的最后总冠军赛，刘莎莎再来开球，我们看一下，母球不要携带，哎呀，这次开球怎么，哎呀，这母球不携带，我看又青苔了，哎呦，母球如果停在左边洞口附近的话，这个一号球也是一个呛死，太可惜了，直接拉杆。我们看 Karen Corr， 哎，这个球形其实还蛮简单的啊、哦，没有稍微困难球。如果困难球，可能 Karen Corr、哦、会不会出？哎哎，真的有点紧张，巧克力掉到地上了。刘莎莎结果是连摸三四五六七，哇！连摸五啊，连清五台。Karen Corr 非常小心，这个球不够直。我们看他这个球是不是要下低杆走两颗星。直接横移，力量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哎呦，这个球这样打法有点危险哎！哇，那这个球的话，你要保进右上角底带，这个母球的控制要很好，做八号，所以可能真的是等太久了，手是不是不够热啊、哦？还是说情绪有受影响了？现在出点状况了。薄球，太厚了，出状况了，果然出状况了。不过留下的这个六号球也不是很好打，啊，刘莎莎这个球，这个球真的不好打。我们平常讲，这个球如果要薄进是不太可能，用勾的话有可能进，但是母球有这个洗下方底带的危险。所谓的勾就下右塞，非常精准的碰到六号球旁边的颗星，然后用旋转把这个六号球给勾进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待会回到球台上来看这个母球的位置啊，这球可以用勾的，但是很难打。万一刚刚 Karen Corr 这个球打进去，其实他这个八号球变吊球哎、欸，哦，我们看刘莎莎这个球怎么处理，防守不太好防，尤其是小女生呢、哦，防守经验比较不足，危险危险危险，看能不能形成不好打的背娃娃，只能起球这样子了，哦，哦，如果在。收看我们这场比赛的朋友，如果感觉我比较讲话比较偏袒刘莎莎的话啊，请原谅，因为看得她太可爱了，也希望说她有好的表现啊。好，我们看 Karen Corr 出杆方便吗？出杆好像有点不方便，所以考虑很久，他不妨这时候喊了一个延长。哦，如果要架杆方便的话，这个六号球变成要选择左上方的底带，或者是他干脆做防守。我们看两个选择啊、哦，做防守，不要洗带耶！哦，这洗带这一局就完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，刘莎莎怎么样来进攻或者是防守。其实 Karen Corr 这个防守概念很好，这个球。如果没有撞到那个脚的话，母球往下走是利用八号跟九号。所以平常讲，这个球虽然没掉到，但是他的防守的思路哦非常非常的好。我觉得这场比赛，
不妨啊，有些朋友可以把它好好的记下来啊。我们看刘莎莎是灌球左下角底带吗？有没有？太薄了，太薄了，竟然打进啊！不可思议的 ，That's incredible， 不可能的事情。刘莎莎八九同带，收拾起兴奋的心情啊，带下、啊、干脆八九一起进了啦，好球啊！不可思议的，一比五变成八比五啊！不可思议吧？他十六岁，哎，微笑就好，不要大笑，会影响你的心跳哦。